去哪？什么时候这么害怕的人民？警察都还在的，办公室的朋友不要为难他们。黄国昌先生，黄国昌先生，我是现场指挥官，请率领一群众回到左前厅，第一位观众来宾。前面，在我参与社会运动二三十年来，这场地是唯一最不亲近劳工的地方，没有任何的腹地让我们表达心声，让我们集会游行。劳动部曾几何时把自己关在大楼里面，不敢面对人民的声音，不敢对待劳工的抗争。台湾的职场不能再有霸凌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能有霸凌？大家都知道，公务员的保障看起来非常好，俗称铁饭碗，现在比保利龙碗还不如。吹哨子害怕被秋后算账，害怕官官相护，导致一条宝贵的生命的死线。政府不让公务员，不让警消组工会，这就是霸凌，对不对？哎，政府不利外送官保，就是纵容业者霸凌外送员，对不对？嗯。政府把七天的假没收了，让人民少了七天的家庭日，这个、就是政府对人民的霸凌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可以选择跟我们一样站出来，站上街头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现场的我们都是你的后盾。外送员在外送的过程中，我们将近有七成的外送员碰到过言语霸凌，曾经有两成的外送员也碰到过性霸凌，更有一成的司机碰过肢体霸凌。目前没有产业的转法，那等于是政府放任平台。去年2023年是接近六年的新高，总共有11个人自杀，1302人辞职，比较前一年2022年。各增加了120%跟122%，所以呢，我们意识到说，今天存在公务部门里面的不当管理霸凌的问题，实在是非常的严重。警义消同仁叫做什么？逆行勇者，因为每当有灾害发生的时候，每当有火警发生的时候，这群人总是跟我们往反方向冲，冲进灾难现场，冲进火场，守护我们的安全，保护我们的安全，所以。这样的警消人，我们要不要挺他们？要。政府曾说，劳工是他们心里最软的一块。他们说会照顾好劳工，却只是一场骗局。人民不仅有不公德，还会被整官霸凌。看不下去的台湾人民，今天又从劳动部走到公判部，把人民的心声传达给赖总统知道。2016年开戏，噶咱都刚骗，共有6大保证、6大改革，但是我要甲大家报告，民进党执政要甲九年啊，拢总无做。希望咱大家劳工团结一致，咱大家啊走上街头。反霸凌要拿出我们的行动来，拒绝沉默，大家不能默不作声。所以吹哨者要保护，反霸凌要立法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警消要组工会，好不好？好，冲破官官相护的黑幕，我们要做台湾人民的后盾，我们要让霸凌者付出代价，我们要让霸凌包庇霸凌者付出政治责任。解放大使的脸，习近平的脸，反霸凌要立法，反霸凌要立法，挺警消要工会，挺警消要工会。吹哨者要保护，我们跟全国民众站在一起，人
拒绝官僚杀人，拒绝官僚杀人，拒绝官僚杀人，人民讨公道，人民讨公道，政府要检讨，政府要检讨。曾几何时，台湾需要找到靠山，才能有安定的职场环境。专业任命变成派系抽佣，国家文官变成权力分赃，基层员工扛着重担，顶着长官、老板的压榨，面对没有尽头的绝望，大家都想问赖总统，请问公平正义的台湾在哪里？我准备了一个目的良善、求好心切的功德箱，这个功德箱会提醒赖清德总统，劳工要的是尊严，要的是保障，要的是权益，劳工绝对不要做功德，绝对不要施舍，更没有办法接受任何官官相护的职场霸凌。各位现场的朋友，把你手中的陈情书请寄到我们功德箱里头，让人民的心声被赖总统看见。反霸凌，反霸凌，要立法，要立法，挺警校，挺警校，要工会，要工会。台湾民众党所有党工职工职工，请到游行队伍的最后面，请大家往后转180度，往后转，随着队伍绕过来，我们缓缓的往凯达格兰大道前进，继续往前，不要为难警察同仁。现场的指挥官，请示一下，只有代表会过审哦，其他的人不会过审哦。我们除了挺基层的劳工，挺工人的脸，我们也挺警察分队。对，记得，什么时候这么害怕人民啊？警察同仁在的，办公桌的朋友，不要为难他们。黄国昌先生，黄国昌先生，我是现场指挥官，请率领的群众回到左前区第一位安全台阶，务必保持警惕，务必保持警惕，带回左前区的第35分所申请的地方，凯达格兰大道。竟然拉起了肥龙，这个就是说要把街头还给人民，要废除极有恶法的民进党政府。这个政府拿到了政权，完全忘了人民。反霸凌，反霸凌，要立法，要立法，林锦霄，林锦霄，主工会。刚刚我们所有的立委也很明白的跟总统府公司是表达，这是台湾民众的心声。我也特别跟总统府表达，赖清德你的薪水不是跟他民进党纳税对吗？10月7号只是一个开始，12月10号就是国际人权日，我12月7日赖清德总统要讲什么好不好？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，在捍卫劳权的这条道路上，台湾民众党不会退缩，绝对不会退缩，我们一定跟大家走在一起，一起努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所有的党工，跟在场所有的朋友深深鞠躬，谢谢。